而对于这个半拆的房子，他要怎么拆？他到底后来房子要怎么样？完全没有跟黄春香谈过，也没有任何的拆迁计划书。之前第五工程段，中部工程处第五工程段的段长还这么说，拆迁计划书都会拿给我们。没有啊，骗子！铁路局、交通部，所有包含行政院，所有人都是骗子。所有厘清问题，我们也好好等厘清问题。没有，完全没有厘清问题。请现场的媒体朋友，后面又有警方往带着盾牌往前走了。我们必须呼吁，我们要呼吁整个台湾社会关注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有警察跟官僚铁道局完全滥权的问题。官僚拆民房，加拆政府，丧心病狂，拆人民房。绝地绝孙，二官僚，二官僚抢民房，抢民房，连未被征收区都要想办法破开锁，连未被征收区都要想办法破开锁，强拆政府，强拆政府，绝子绝孙，拆人民房。不得好死，反强拆，护人权。这里是未被征收区，你凭什么破坏黄春香的门？现场朋友可以看到，他们正在用油压不断的把黄春香的门整个破坏掉。这里是未被征收区。好，快，门后有人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会受伤。强拆政府，强拆政府，强拆政府，强拆政府。强拆政府，铁铁路作战，滚开，滚开！强拆政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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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打雷劈！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！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！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，东西放下，东西放下，天打雷劈，东西放下，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，来，给我卡来用的，应该现在正在强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进来了，先把那个先别进来，你麦克有这样怕了吗？你没用的，没监控的，来一下，你们是被征收区，来，女生女生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好好，没事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好，你离开了，别激动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来，出来。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！强拆政府，天打雷劈！保护女孩。等一下，接进去，他脚扭到，我知道。接进去，你们轻轻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们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冷静一点。为什么你？这里不是你们可以进来的，这里是未被征收区。你们，我们要保护你们离开，好吗？谢谢老师。我是记者，你在保护，你看，来，看，看起来，在保护你们，来。我是记者，你要进来我了。我是记者。记者，记者，来，我是记者，我是记者。放手啊！我是。
保护门离开啊！男警报长，我们在工作，我们会保护自己，我们没有妨碍你，好不好？黄春香走出去，我们就跟着走出去，我们就压后走出去，我们很安全。好，不要受伤。好，没有，安全第一，警察先生，这里才是他的外被征收，所以房内的东西请不要破坏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